chúng tôi hân hạnh được trình chiếu một trong những bài thuyết giảng sâu sắc với tựa đề Mừng lễ thiếu nhi, mấy chai nước ở đâu, phần 2 của 2 phần trong tiết mục giữa thầy và trò, được giảng bằng tiếng Trung Hoa vào ngày 4 tháng 4 năm 2019 tại miền đất mới Đài Loan, còn được biết là Formosa.我就记得时候回来，哎，怎么只有一个瓶呢？我记得我在那边放好多个，走来走去，其实看不到。你们谁知道为什么？我会藏两个teddy bear。三个。因为找想找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找不到，不想找的时候就会看到了。不是，不是，那个也不是，因为我上的墙角啊。 我回来，当然你看得到，一开门就一定看得到，懂不懂？因为它在门旁边，那个门是这样。OK，比方说那个门是这样子，那是师傅放这里，懂不懂？一出去看不到的哦，一进来以后看得到，懂不懂？一开门就看得到，它这个样子，不可能看不到的。角度的问题，角度问题也不是，一个一个讲。 说是透明的宝石吗？也不很透明。即使透明的话，另外一个也透明，懂不懂？哎，大家都一样啊，五六个排在那里。<笑>跟门一起移动。他认为是门一起动，我没有开门，我先找瓶，我才开门。还有第那个门它不动，有两边开嘛，懂不懂？另外一边我就锁定了，永久不开的。 除了有什么大的什么的，不过总永久不会有什么大的进来，所以不用开，懂不懂？我放水瓶在那里，一二三四，然后另外一个门都开，我找瓶找遍了呢，懂不懂？来来去去看了没有，然后进来再进来也没有，啊，说，因为门是透明的，水壶是白色的，所以如果墙壁如果也是白色的话，就等于瓶身比较不明显。 不明显，不过我自己故意找呢，了解吗？怎么不明显呢？我自己知道，就是放在那里的话，不一定不可能说我不要找的，了解吗？我自己知道自己要出去拿的，我自己知道自己有放那里，所以也不可能说哦，我不知道我放那里，我知道，所以故意来那边拿，然后才出去嘛。平常我放那里，然后出去的时候拿，懂不懂？哎，结果那一天真的看不到，只有看到一瓶而已，一个瓶。 在桶子旁边而已，另外那些瓶都不看到，不见，注意力不集中啊，注意力不集，不可能的，我在那边专心的看，护法把它拿走了，没有人在那边，只有我一个人，粉红的小孩子，It was magic，magic。 因为是那个你走错方向了啊，没有啦，门是这样子，我一来就对门才出去嘛，懂不懂？而且门也不那个门不能开的，当然要开也可以，就是要拉门栓等等，了解吗？哎，没有开，平常不会开那边的门，开另外一边，而且它在旁边而已，懂不懂？它在门旁边而已，那边都什么都没有，连透明也看得到。 了解吗？不管它透不透明，那个对正那个门的话，什么都会看得到，懂不懂？门是绿色的铁嘛，懂不懂？绿色的铁的一条一条的，你放什么前面都看得到，空空的地板，空空的。瓶子不在房间内。啊，在，它在。<笑>我已经说过了，我好久以后就走过去，哎，它又在那里了。 四五瓶都排在那边，我也不知道了。OK，<笑><笑>我不知道。后来说，因为太多门了，师傅有点搞。没有哪个门只有一个嘛，<笑>只有一个，没有别的门了啦。而且他是在那里，了解吗？站在你面前的，站在那个门旁边的。比方说那个门是这样嘛。
那就站在这里，一二三四啊，靠门那里，了解吗？而且我在那边找了，不是说我走过去而已。我说奇怪，刚才放几个瓶在那里，怎么现在找不到？了解吗？我说怎么只有一瓶呢？了解吗？如果真的只有一瓶，我一定会再看啊。我能够看到一瓶跟一桶，怎么不能看到另外那五个瓶呢？他因为在一起的。 就跟那个什么泰迪贝尔就排在一起这样，后来我也不知道了，我不知道，我才问他们那个天上了那些护法，我说为什么刚才看不到，现在就看得到了，为什么刚才只看到一瓶，现在要再看到另外那几个瓶了，为什么？他们就说。 师父灵魂相聚太高了，然后看到一半而已，懂不懂？也不算一半了，三分之一呢，懂不懂？还有另外一次，我在我办公室，在西湖的时候，办公室嘛，工作，然后看出去，哇，奇怪，台湾变成像欧洲一样，这个你们有听过了，有没有？ 哇，那种气氛啊，什么情况都不一样。我就打电话问好几个人，我刚回来嘛，刚就回来，我怕他我混淆是不是已经来台湾，不是还没有来。<笑>我就问每一个人都说：“师傅，你是在台湾，在西湖。”啊，后来慢慢来就解了，这我也知道我在西湖了。啊，那个华生生的眼睛睁开了，在这边办公的，不是说。 睡觉的时候，我是打坐的时候，好啊。另外一是，你们不相信没关系，当我讲神话故事给小孩子听 ，OK， 没事了，我们修行人神话故事很多嘛，神奇很多，奇迹很多哈 ，OK， 另外一是，我去那个男孩子的办公室，他不是在我办公室，我办公室就在。 在另外一边，等等，另外一个山，他们是在山下面的，靠近祖灵了。OK， 那个时候他们在国际园那方面工作啊，我以前没有去过，只有去过一次剪裁而已，然后好久没有去，大概快一年也没有去，没事嘛，我们这个时代用电话联络就好了。OK， 然后他们送公文过来，因为有女孩子上来下去照顾狗嘛，擦洗房子，他们放文件在。 什么某某地方，女孩子过去的时候顺便拿上来给师傅，这样很方便了，就不用自己不用下去看了啊。后来我有一次不晓为什么情况，我下去看，因为我叫他们买一些沙发给自己用嘛，懂不懂啊？沙发为了他们如果坐太久累了，也许坐一坐啊，躺一躺休息，或是打坐一会这样，所以叫他们每个房子。 都买一两个沙发的啊，给自己休休息一下。他们有买几个了，有买啊。师傅也有买一个给我，我不满意了。不过没关系，我没抱怨啊。我不是抱怨，我已经用很久了，没有讲什么。是对师傅的话，如果真的不严重，我不会抱怨的。我继续用那个，平常都是狗用了。我做一边工作，然后一两个都躺在旁边，我在那里，所以我也不管讲什么。 哪一个沙发都差不多，都是狗用。OK，然后我就看到那么漂亮的沙发，白色的，也不是说很白，跟这个一样，就是白白的，像米白，不过更白了一点。我先讲哦，这种沙发就是很理想。对了，你们买的对了，师傅讲了，你们听得懂了，太好了，太好了，就是好，这可是前面好宽啊，跟那个什么单身床一样那么宽。 后面有靠背，然后一边有靠背，像那个贵妃椅那种，贵妃椅那种啊。我先说哇，买这个是对了，对了，对，这个是对，理想理想，很好很好。所以然后我就处理事情了，然后我就上去回去我的家了，然后我才问他们，你们在哪里买那个沙发这么好的？他说我们一起买的，一起订了一样的。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买给我一个？ 他说：“我们买给你一模一样啊，师傅。”我才说：“没有啊，我这个绿色的，你们都是白色的。”
又绿色窄窄的，后面很高的，那个贵妃椅的话后面不会那么高，懂不懂？为了糖嘛。Okay. 他说没有啊，师傅，我们这边都没有白色的什么，跟师傅一模一样。嗯，我说那你们舒服吗？那种椅子，哦，我们很舒服啊，所以再买一个给师傅。嗯，我说有那宽大那种就可以躺下来，懂不懂？太累的时候，整天他们坐在电脑嘛，歪歪这样子，哦，可怜嘛，叫他们买宽大一点。如果真的，因为他们晚上有要值班，因为晚上不是每个人都要留在办公室嘛，有时候他们留了几个为了赶工作了，或是为了改变什么影片啊，他要改的很久，有时候到三四五点早上的。不过是师傅的工作，我就不能有算时间了，所以晚上如果我要改东西的话，是我要打电话给那个值班的人嘛，所以最好有一个比较宽大，他可以睡觉啊。然后师傅找的时候当然要起来做了，或是找人做了，不要整个留在办公室机器那边睡觉不好。哎，他们回去自己地方，所以才买那些沙发。我认为那个沙发很好，结果不是，他们都没有。我说那会不会有人搬走了？因为好久以后我才问嘛，是不是有人搬走？他大家都问没有人搬走，师傅，每个人都一样啊，都说一样，只有那个，呵呵，只有那个颜色的一样的。哎呀，问了就没用，整个西湖都没有一个白的宽呢。贵妃椅那样子，白的跟那个夹的皮一样，有很漂亮，躺着很舒服啊，不用换什么床单的，因为擦就干净了嘛。哎呀，我说我有看到那个，你们记得吗？我站在那个椅子前面，我赞叹说：“哦，这个才好，这个是真的好，又好，颜色又宽又大。”他们都记得，他们就说：“我们都记得，师傅。”有几个站在旁边，我们都记得师傅站在那个椅子沙发面前，在那边一直赞叹那个沙发。因为我赞叹，所以隔天他们再买给我一模一样的一个，所以我才问为什么你们不买给我那个白的，懂不懂？跟你们那个客厅那边一样。他说没有啊，师傅，你赞叹就是这个啊。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别的沙发，通通都一模一样。这个，那我就输了。真的看到我，然后他说师傅是有赞叹那个椅子，那个沙发椅子。我说我为什么赞叹那个？我讨厌那个沙发的椅子呢？我说我真的看到一个白色的贵妃椅，很长、很宽、很漂亮的，我才赞叹。我这个椅子本来很讨厌。现在你们又再买一个一样，我那么讨厌，才问你们，我何必赞叹一个我讨厌的椅子呢？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说不知道，我们认为师傅喜欢，但是因为我再要一个给狗嘛，不够，因为两个人坐跟我一个就沙发都满了，他们也要撑出来啊，要这样那样啊，他们看起来很小，不过撑出来就很长，两个人已经够了。所以才叫多买一个，结果一模一样，啊，就是这样了。为什么知道吗？现在猜得到了哈。奇怪，人呢，活生生的，啊，走路的，呼吸的，讲话的，不是说在打坐的时候，懂不懂？所以我现在真的不能分别，你们是假的。我是真的，你们是我讨厌的，我是我喜欢的。你们说，你们是师父喜欢的，我是讨厌的。喜欢。哎呀呀，拍自己。好，当然我喜欢你们了，都喜欢，大家喜欢。你们回答错，不是你们的错 ，OK？ 连师父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所以不责怪自己，你们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我后来查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嗯，好了好了啊，那你们说你们爱师傅的时候是真的是假的、啊？不是跟沙发一样哈、啊 no ，不是跟那个水瓶一样哈、啊、，no 啊。好，我也信任，我也信任。OK， 好了。刚才几个要回答那些举手给我看看一下，啊，那些刚才要回答师傅，
啊，几个哈，过来过来，快点过来。那要回答的，要举手那些人过来，举手那些小孩的，大孩不要啊。OK， 过来过来，好，刚举手的人而已，别说谎哦。好了，几个而已，好了，过来过来，一人拿一个，你们先拿一人一个，自己选自己选 ，OK。好，别的小孩也可以慢慢拿 ，OK。师傅要走了啊，谢谢了，再见。我去看大孩子，还有小孩剩下饼干糖果可以一起拿 ，OK。好，谢谢。好，不客气啊，我很爱你们 ，I love you。Quý khán giả tài năng, cảm ơn quý vị cùng đồng hành trong chương trình hôm nay. Tựa đề Mừng lễ thiếu nhi, mấy chai nước ở đâu? Phần 2 của 2 phần trong tiết mục giữa thầy và trò. Xin vui lòng giữ đài truyền hình Vô Thượng Sư để xem thêm nhiều chương trình khẳng định. Tiếp theo là tiết mục nhiều tập với các tiên đoán thời xưa về địa cầu chúng ta, lời tiên tri về thời đại Hoàng Kim, phần 44. Những lời tiên tri của Phật Thích Ca Mâu Ni về Phật Di Lặc ngay sau tin đáng chú ý. Cầu mong lòng nhân từ bác ái trở thành lối sống thường nhật của quý vị. Gifted viewers, we appreciate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entitled Happy Children's Day, Where Are the Bottles? Part 2 of 2 on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more positive programming. Coming up next is multi-part series on ancient predictions about our planet, Prophecy of the Golden Age, Part 44, Lord Shakyamuni Buddha's prophecies about Maitreya Buddha,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become your natural way of life. Our programs offer many languages. Please visit suprememastertv.com/schedule and suprememastertv.com/BMD.